我是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的节目统筹林木材。今年我们推出《时光台湾1951到1965》，欢迎大家来看50年前的台湾。你好，你看那辆山有水无？但是我那穿那款衫，你看安怎样？当然有较水咯。今年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以再见真实为主题，带大家回到50年前的台湾。影展也精选了世界各国以及台湾近200部的纪录片。其实纪录片跟这个土地是有很强的连结性的，你从片子里看到的基本上都是社会里发生的各种事情。异想世界本周带你看见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，10月6号、7号下午5点半、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